哎呀，我想跟这边的走近点鞠个躬，我想跟这边走近点鞠个躬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拽着我不让我去。不是你这老江湖了，这出光区了。不会出光区，前面一排面光，两排面光，三排面光，我往前走，只要我能看到光心，光就能看到我。摄影老师，我跑出光区了吗？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刚才是他拽着不让我出去，对不起大家，我替他说个对不起，我现在回到那个位置，谢谢。他会就是损您吗？啊，谁不损呢？谁都损。雷老师啊，您这挺逗的哈。嗯。话筒外面包一蓝毛巾。擦汗，我要跟他辩论，一着急会出很多汗，那显得我特别狼狈。那你不要跟我辩论，你又辩不过我。谁说我辩不过你？咱们这么多次节目，你辩过我？你带毛巾干啥？我热，我胖，还要出汗。你出汗就说明你辩不过我，你着急呀、啊？我不是辩不过你，是因为我胖，我不出汗要憋死。勒勒特，你还穿那破玩意儿？这两年咱们差不多每年都得见一次哈、啊嗯，两次的。您这肚子小了，年纪大饭量小了。他净搁小铁盆吃那个面条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吃一个小碗，他搁小铁盆。搁肚子上，哎呀，年纪大吧？我这您这年纪，反正是20年前我就以为你60了。对，我第一次见他，以为跟我爸同岁呢。人家王芳骂我吧，骂的就特别好听，你能接受？他这个骂人就是，你一听他是在骂人。不是，我哪骂你？我习惯了，我习惯不辩论，不辩论，我习惯了。千万别辩论，你辩不过你就我辩不过，行了吧？哎，你看承认了吧？我辩不过，我不看，哎、我连看都不看，我不看他，好不好？他是我朋友当中比较知己的一个。有没有人说您40多岁的时候就看着不像40岁的？也没有，我这个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大哥可能会看过我的《东北一家人》的牛大爷。大家想一想，那个时候我的胡子是黑的。你别提《东北一家人》，《东北一家人》演你媳妇儿的，今年已经80多岁的我的偶像，是、那个、对不对？你那个演我老伴彭玉老师比我妈妈大2岁、啊，我们是老熟人。他有2个女儿，老太太演过我老伴，大女儿演过我老伴，小女儿也演过我老伴。他们全家给你演老伴儿，对你这个这么幸福的事儿，你在中国男演员里去找一找。我们今天过来的有没有提前到场呀？不知道，神秘嘉宾啊！你看我不理他吧，他老拍我打我，你没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你如此之讨厌我，干嘛老跟我说话呢？你假装跟我说话，你看着王芳就这样了。不是、okay 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人跟我说，我们这节目一开播，他就说：“哎呀。”要请我那老哥哥李琦啊，他说李琦好啊，他怎么你一来他就不这么说了呢？每回做节目都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每回做节目都他跟我打电话吧，每回我一上场他就开始损我，他还损我，你们别拍谁了。他们做不到，甚至可以给他来个玉，干那个，看看你看，这就民心所向，对不对？